当初我读到雅歌，第一个反应就是：圣经上怎么会有这卷书呢？儿童主日学都没教我这卷书，而且这卷书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属灵的事，没有提到救赎，也没有提到祷告或是天国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上帝。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卷书，完全这两卷书刚好都是在讲爱情故事。 另外一卷书是《以斯帖记》，我们后面会谈到。雅各里面也没有提到属灵的事，没有提到上帝。我刚开始侍奉的那几年都没有讲这卷书，因为我实在不晓得要讲什么。我想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。先来看书名的直译是“歌中之歌”。这是因为希伯来文这种语言里面没有形容词。 没有办法用形容词来形容，说这是最美、最棒的一首歌，呃，只能够用名词，所以不能说最棒的一首歌，而要说歌中之歌；不能说最伟大的王，而要说万王之王；不能说最伟大的主，而要说万主之主。所以，歌中之歌的意思是，这是最棒的、最优美的一首歌。也许这是最棒的一首歌。 但为什么会出现在圣经上呢？这卷书不但不属灵，还充满了感官的感觉。它谈到五种感官，好比嗅觉，你可以闻到苹果、葡萄干、鲜花的味道；还有味觉，可以尝到水果的味道。还有什么？呃，听觉、视觉，还缺了一项，触觉。五种感官都提到了。这首歌充满感官的描述。 等到描述年轻男子还有年轻女子的身体的时候，内容开始变得，呃，亲密，甚至呃刺激。刚才我说我上主日学没有老师教导这卷书，我开始对这卷书有兴趣是在我师生那段期间。呃，快要到情人节了，在情人节的前两天来研读这卷书还真是贴切。 所以，我有很多年都不敢讲这卷书，这让我有，呃，罪恶感。有一段期间，我买了很多讲解雅歌的注释书，希望更多了解这卷书，却只有加深我的罪恶感。因为这卷书好像是用密码写的，书中每个字的意思都跟我想的不一样。那些注释的书，呃，一本比一本深奥。其中，有一本注释书的解释。 更是让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书上谈到《雅歌》第一章中有一节经文说：“我的爱人在我的胸怀之间安息。”作者说这里的“胸怀之间”是指新旧约之间。我当时心想：“我惨了，我真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啊！”因为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 根本就不会联想到这是在讲新旧约。我以为，上帝把这卷书放入圣经是为了分辨出一个人是属灵还是属肉体，所以我一直没有碰这卷书。我听说拉比把这卷书看为非常神圣的一卷书，称它为圣中之圣。有一些拉比读这卷书的时候，甚至会脱鞋表示尊敬，听起来真不可思议。 我们要怎么看这样的一卷书呢？首先，我要说的是，这卷书不是预言，预言是一个密码，预言是虚构的故事，作者在故事中，呃，隐藏一个讯息。每件事都不能只看表面，背后都有隐藏的含义。约翰·班扬的《天路历程》就是典型的预言故事。 每样东西都别有含义。书上有一栋房子叫美宫，有一座山叫艰难山，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事物，背后都另有含义。《格列佛游记》也是一个寓言故事。有一个英国圣公会的牧师甚至相信小熊维尼是个寓言故事，是一个普世基督教的寓言。小熊维尼代表圣公会，这只小熊并不聪明，却是全世界的焦点。 而小猪则代表巡礼会，是小熊维尼的跟屁虫；跳跳虎代表林恩派，一天到晚蹦蹦跳跳，呵老是发出没有人懂的声音来吓人。他们全部都是属于克里斯多夫·罗宾，最后跟着他住在仙境。英国圣公会的报纸把这个寓言描绘的惟妙惟肖，所以寓言故事是虚构的故事，背后有隐藏的含义。 大多数人恐怕都把雅歌当作寓言故事，而且问题是每个人都用不同的系统在解码，解出来的意思都不一样。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想法去解，我对那些解释都不满意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呢？因为我们觉得这样不好。问题就出在希腊思想对我们的影响远大过希伯来思想。 希腊思想总是切割得清清楚楚，把身体和灵魂切割开来，把神圣和世俗切割开来，总是把身体和灵魂分开来看，没有办法把身体和灵魂看为一体。所以希腊人不是很属灵，就是属肉体；不是极为放纵，就是绝对的禁欲。但是希伯来思想中只有一个神，他造了身体和灵魂。 希伯来人认为身体是好的，而希腊人却认为身体是罪恶的。可是，如果良善的上帝创造了物质的世界，那么物质的东西就是好的。男女都是上帝造的，他要男女能够坠入爱河，能够结合成为夫妇。所以，这不是预言，而是一个肯定。它是一个肯定。 请把这个写下来。圣经这卷书目的在肯定男女之间的爱，上帝在对我们说：“这是我想出来的，是我造的。”魔鬼在世上散播的一大谎言是：上帝反对性，撒旦赞成性。但是事实上却正好相反。魔鬼说服很多人相信这个谎言。 但事实是，上帝创造了性，是撒旦一直在从中破坏，这才是事实。所以，《雅歌》是圣经对凡人之爱的肯定。圣经说：“上帝已经洁净的东西，人不可称它污秽。”这句话特别适用在这卷书上。我每次主持婚礼都会读一段《雅歌》的经文，然后叫他们度蜜月的时候继续把经文读完。 最近有个牧师也想如法炮制，想在婚礼上读雅歌的经文。那对新人却说：“不能再教会读雅歌吧？”但雅歌可是圣经上的一卷书。可是各位，雅歌的重点只是在肯定男女之间的性吸引力吗？不，不只是这样，雅歌也是一个比喻，不是预言，是比喻。我来解释一下两者的不同。 寓言是虚构的故事，背后有隐藏的含义，但比喻是个事实，很像另外一个事实。各位，雅各这卷书从头到尾讲的就是一个爱情故事，这是一个最爱你的人写给你的信，这是一封情书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师母搬家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婚前写给彼此的情书。 我打开一叠我写给他的信，读了其中的一封，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一个智商中等的男人，竟然会写出这种蠢话来。你有没有在信封上写过 S W A L K 这几个字母呢？如果你不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几个字的意思是“以吻封缄”。 有个年轻人对女朋友说：“我每次收到你的情书，都会在信封背面吻一下，因为我知道上面有你的唇印。”他听了，满脸通红地说：“其实我都是用狗的鼻子弄湿再粘上去的。<laughs> ”所有的浪漫感觉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当我们找到写给彼此的情书，发现都已经破破烂烂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三百年之久，而是因为。 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，会一读再读。我会把他写给我的情书随身放在口袋里，有空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一读再读。但是我如果收到一个牛皮纸信封，中间开个小窗露出地址，尤其寄件人写着国税局的时候，我不会一读再读。但是如果是情书，你会一读再读。你有没有仔细看过你圣经的侧面呢？看看哪个部分是脏的。 你应该去看看，很叫人警惕。这卷书是封情书，应该当成情书来读。这是一个爱情故事，讲上帝在帮他的儿子找新娘。重点就在这里，最后以婚礼结束。整卷书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插在圣经中间的这卷书是个爱情故事。爱情是现实生活的关键，这是这卷书的信息。 比喻是用事实来说明另外一个相像的事实。耶稣常常使用比喻，他说：“天国就像这样。”这是比喻，天国就像这样或那样。他先讲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，然后指出大家有所不知的一面，然后再加以两相对照。雅各这卷书的比喻很简单。他说的是。 男女之间的爱很像上帝和人之间的爱，这两种爱十分相像。当然，人类的爱每个人都体会得到。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流行歌曲在讲男女之间的爱情，爱情是最普遍的歌颂主题。全世界每个人都体会得到。圣经说，你和上帝的关系可以像男女之间的爱。 你可以对上帝说：“我心爱的人属我，我也属我心爱的人。”这两件事十分相像，这是一个比喻，所以我们要把雅歌当成比喻，是用事实来说明另一个事实。各位，这卷书中的内容是真的，是所罗门王写的。所罗门的父亲是大卫王，他的母亲是拔示巴，他从父亲继承了王位、王宫。 一把吉他以及写歌的能力，《列王记》这卷书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王他写了一千零五首歌，但是圣经里面只记载了六首，那么其他的九百九十九首歌在哪里呢？我有一个推测，你们听听看，觉得这个推测有没有道理？我在主日学接受的教导是。 所罗门是旧约圣经中最有智慧的人，但是过了很多年，我才发现，所罗门当年有七百个妻妾，还有三百个嫔妃，他有七百个岳母。你会说这种人有智慧吗？我发现所罗门跟很多人一样，他有很多智慧给别人，可是却没有什么智慧给自己。 可惜他没有聆听自己的智慧，他讲智慧给人听，自己却没有照着去做。我的推测是在这一千个女人当中，只有一个是上帝为他选的伴侣。他有九百九十九首歌没有记载在圣经上，只有一首记载下来。我的推测是他为每个女人都写了一首歌，但圣经唯一记载的这首歌是他为那一位伴侣所写的。你觉得这样讲有道理吗？ 反正其他那些歌都不见了，很有可能那些内容并不合适，但这是上帝选择记载的一首歌。雅歌说，所罗门当时已经有六十个妻妾，所以他写这首歌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是妻妾成群了。但是雅歌中的这个女人才是他应该娶的对象，她是来自北方的乡下女孩，是上帝为他选择的对象。他当初不该急着结婚。 所以，其他那些歌，上帝都不记载。看雅歌之前，我要先告诉各位，学者对这卷书的情节看法差异非常的大。这里面是有情节的，有一些学者说，情节牵涉到三个人，说这里面的关系是所谓的三角恋爱，讲到了一个牧童、一个君王，还有一个女孩 他在贫穷的牧童和富裕的君王之间左右为难，难以抉择，他应该选哪一个呢？整卷雅歌都看得到这个三角关系，夹在中间的女孩不知道应该选谁。这个情节很有意思，可以讲出一篇精彩的道，因为最后可以对惠仲说：“你就是那个女孩，你要选择这个世界的王还是那个好牧人，对吧？”听起来很精彩。 但我觉得废话连篇，因为如果情节真的是这样，所罗门何必写下这首歌，害自己变成故事当中的坏人呢？另外还有很多原因，雅歌这整卷书的气氛纯真，没有罪恶，根本并不是邪恶的君王在引诱淳朴的少女。那样讲根本是扭曲。这卷书从头到尾是一首纯洁单纯的情歌，所以我们必须回到。 只有两个人的情节，但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个男人讲话既像牧羊人又像君王。其实以色列有很多君王是牧羊人出身，这是很特别的现象。最上位的君王兼具牧羊人的身份，而牧羊人是社会的最低阶层。当萨母尔问耶西还有没有别的儿子，耶西回答还有一个牧羊的儿子。牧羊人是最低的社会阶层。 特别的是，摩西在领导上帝的子民之前也是个牧羊人；大卫作王之前也是个牧羊人，所以这种双重身份是很常见的。还不止这样，整个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爱情神话故事，像是杂志上会出现的故事，就像童话里的灰姑娘、著名古典小说《简爱》或是长腿叔叔的爱情故事那么神奇。大家好像都没有反应。 你平常只看圣经吗？大家都看过《灰姑娘》这部电影吧？这部电影讲的是很典型的穷家女孩麻雀变凤凰的爱情故事。王子对她一见钟情，鞋子和她的脚，她就从此进了皇宫。这就是基本的戏剧情节。但我们再来讲清楚一点：第一次读雅歌的时候，感觉就像打开一盒拼图。 看见五颜六色的拼图片全部混在一起，我玩拼图的时候会作弊。我喜欢玩拼图，但是我玩的时候会作弊。我会把图片摆在我的面前，拿起一块拼图，在图片上找来找去，看看到底是在哪里找到以后再放下去。其实这是作弊。真正的拼图高手不会这么做，他们拿到的盒子上面甚至于没有图片。第一次读雅歌。 就像是打开盒子上面没有图片的拼图盒，你会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拼图碎片。今天我要作弊一下，给你们看盒子上的图片，这样等你自己读的时候，就可以拼凑出它的全貌来。首先，我要讲雅哥最后一章第八章谈到的一件事：所罗门在北方的巴利哈门。 拥有一片山坡地，当他想暂时远离国事的时候，就会到那里去牧羊。英国皇室成员也很类似，想放松一下就换上乡间服，到清脆的乡下走走，假装自己是乡下人。所罗门以前也经常这样做，摘下皇冠，穿上牛仔裤，然后往北方去散心。 到了那座山坡地，就放几只羊出来吃草。以色列的牧羊人必须带羊去找青草地，因为他们的青草地不像这里这么多。山上的青草地往往是这里一簇、那里一簇的。另外，还得找到静止的水给羊喝，因为羊的鼻孔很靠近嘴巴。如果水面波动得太厉害，水一呛进鼻子，羊很容易就会呛死。所以，一定得找到静止的水。 好的牧羊人知道哪里有青草地和静止的水，也许每天得带羊走十五里路。在阳光正烈的中午，牧人会让羊躺下来，把羊的四条腿绑起来。我这里有一张羊躺下的照片，四条腿被绑起来。他让羊躺在青草地上，而不是让羊在炽热的太阳下累坏。好牧人也是这样照顾他的羊。他有没有让你躺下来过？ 各位，所罗门在巴利哈门的那块山坡地上面，原本住着一个农夫。农夫过世以后，他的儿子继承了农场。我们不晓得他有几个儿子，大概是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其中一个女儿年纪很小，另一个女儿已经长大，就是这首歌中的女子。她每天都要做很多很多苦工。原来。 他的父母把葡萄园平均分配给了儿子和女儿，但是几个兄弟把许多家事还有农事都推给他去做，所以他为了照顾他们的葡萄园，就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葡萄园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恐怕会让他一辈子替兄弟做牛做马，那就是他的肤色在阳光之下一天一天。 越变越黑，对我们来说这很吸引人，大家都很想去西班牙多晒点太阳，偶尔为了要上镜头铺点白粉就好了。这里的人都喜欢把皮肤晒黑，觉得可以增加魅力。但是中东的准新娘在婚礼前的十二个月不能够晒太阳，好让皮肤变白。以斯贴当初就得这么做，以斯贴皇后。 我可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你的皮肤很白，千万别在中东骑骆驼，否则被埋进沙丘里没人看见的话，你可就完蛋了。所以这可怜的女孩皮肤晒得越来越黑，她结婚的指望一天一天的消失了。她心想：这下完了，我得替我的兄弟做牛做马一辈子了。有一天，她在田里遇见一个年轻人。 两个人聊了起来，互有好感，就约了第二天再见面，第三天也见面，第四天也见面，连续见面两周以后，两个人陷入热恋，开始讲一些热恋中男女常说的蠢话，比如，他们对彼此说：“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，以松树为船子。”女孩子婚前会说这种话。 婚后就会要求说他要什么样的卧室等等，结婚前什么都无所谓，青草可以当床，树木可以当屋顶。热恋中的男女常说这种话，对吗？这些话全记载在雅歌中。但是只有一件事令他感到困扰，就是不晓得这男的是谁。他一直在问他：“你的田在哪里？你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呢？” 他说：“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，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”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，不讲明自己的身份。反正他们情投意合，两人深深相爱。最后，男子向女子求婚。他等这一刻等了很多年了，就开心地说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但他说：“可是我明天得离开了，我住在南方的大城市，在那里工作。” 男的说：“可是我会回来娶你，你可以开始准备婚礼。我明天就要离开，但我会回来娶你。”接下来几个月，女子很兴奋的为婚礼准备。她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，现在她兴奋的不得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她开始做噩梦。这些梦境的背后，所有的含义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。所有的梦境都是。 女孩失去情郎，一直在找他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梦见他在街上到处找男孩子。他看见守门人，就问他有没有看到他的心上人。他们没有看到，他就在街上到处找他，问说他到哪里去了。后来找到他，就抓住他，把他拉回自己母亲的卧室里。他说：“我再也不让你走了。”醒来却发现自己抱着枕头。还有一次，他梦见情郎站在门口。 他把手伸进门上的洞口，想要把门栓打开，偏偏打不开，因为门栓卡在下面。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，全身动弹不得呢？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梦，没有办法起来。他的情郎一直想办法要打开门，但是女的却动弹不得，心情沮丧极了。后来情郎的手不见了，这时候他可以动了，就跑到门那边去，他把门打开，但是情郎已经走了。 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在床上做这些噩梦呢？答案非常简单，她担心情郎不回来娶她。她开始胡思乱想，也许对方只是逢场作戏，不会回来娶她的。后来有一天，她在田里、路上突然扬起一大片的灰尘，路上来了很多马车。她问她的兄弟是谁来了，他们说是王来了，是地主。 是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，他来巡视他的土地，大家准备屈膝迎接君王。这女孩没见过君王，就偷偷地瞄了一眼，没想到马车上的年轻人竟然就是他的情郎。于是这个时候，女孩子突然明白过来，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已经有六十个妻妾，她惊讶地发现他将会是那第六十一个。她现在即将离开这个乡间，去住在皇宫里。 婚后，他第一次参加宴会的时候，这是为他举办的宴会。他坐在手桌上，就坐在王的旁边。那六十个美丽白皙的皇后都围绕在他身旁。他说：“你们别再盯着我看了，我是因为替兄弟看守葡萄园，皮肤才会这么黑。我是不得已的。”他对这一点感到很自卑。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常常拿自己和其他的皇后来比较。所以，如果所罗门当初能够等到真爱再结婚，那该有多好！当男人有好几个女人，那些女人就不会有安全感，他们会互相比较：“你爱他多过爱我。”等等。他之前娶那些妻妾并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他当初应该等到上帝为他安排的女子才对。不过， 他是有样学样，因为他的父亲大卫和当时其他的皇室成员都是这样。这个时候，女子问所罗门：“我们能不能回北方？我们能不能以青草为床，以树木为顶？能不能去住你那个田园？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我是王，你是皇后，你得和我在这里做王。”他只好对王说：“你看，这些女人这么漂亮。” 事实上，他很自卑地说：“我只是沙轮中的玫瑰花，只是谷中的百合花。我们以为这些花很漂亮，你去以色列看就知道。这些花长得很小，你根本不会想采，你会踩过去，像踩在草地上的雏菊。谷中的百合花长在阴影中，花很小；沙轮中的玫瑰花则是一种长在地中海沿岸平原上的小花。” 他说：“我只是沙伦的玫瑰花，只是谷中的百合花。但以色列最美的花就是百合花，往上生长，纯白的颜色非常优雅，大约这么高。”当他说：“我只是谷中的百合花和沙伦的玫瑰花”，其实是很自卑的意思。但是王回答说：“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”这句话让他很得安慰。 就唱了一首歌来给自己打气。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：“他带我入宴席所，以爱为旗，在我以上；他带我入宴席所，以爱为旗，在我以上。”知道这首歌吗？他对自己唱了这首歌，调子你可能不清楚，但是歌词就是这样。他必须要接受他已经爱上这位君王的事实。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纲，是拼图和上的图片。再来要问的是，这卷书为什么会放在圣经上？有两个答案，这是我们应该一再研读这卷书的原因。第一，我们信仰的中心其实是一个很私人的关系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私人的关系，就错过了最重要的部分。 并不是上教会读圣经，或是支持宣教士，就算是基督徒，要和上帝相爱才算是基督徒。唱圣诗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是在唱情歌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不明白信仰的核心。在圣经的正中央，描述了一个很亲密的爱情关系——所罗门和这个乡村女孩的关系。 这告诉我们，圣经的核心是在于一个亲密的私人关系。我信赖的人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这个故事放在圣经的正中央可不是意外，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用男女关系来形容上帝和人的关系。在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中，上帝是丈夫，以色列是妻子。 上帝追求以色列，在西乃山上娶她，跟她进入婚约。当以色列去找别神的时候，就成了淫妇。圣经里有一个先知问上帝：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上帝说：“我要你去街上找个妓女。”先知说：“但我是个传道人，你要我找这个妓女做什么？”上帝说：“你要娶她。”然后呢，主？然后你们会生三个孩子。 他会爱老大，但不爱老二，而且老三甚至不是你的种。你要给他取名叫“不是我的”。他问主啊，然后呢？然后他会回到街上重操旧业，把三个孩子留给我。没错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要去找他，替他赎身，还他自由之身，然后带他回家，重新爱他。 主啊，然后呢？然后你要去告诉我的子民以色列，我对他们的心情就像这样。这个先知就是荷西阿，这就是荷西阿书的重点。在旧约圣经中，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就是这样：上帝追求他，得到他，失去他，却仍然爱他，想再带他回家。这是很私人的关系。 当我们来到新约圣经时，情况还是一模一样。基督说：“我是新郎，我在找新娘，你就是那个新娘。”在圣经的最后一页，新娘渴望新郎快来，她说：“快来！”新娘说：“请你快来！”她已经准备好了，穿上白衣，也就是公义袍。 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爱情关系。雅歌中描述了这种关系。雅歌中年轻的男子对女子说的话，正是主对你说的话。女子对男子说的话，你也可以同样对主说。所以有很多圣诗是从这卷书当中取材。这卷书的内容不是预言。 字里行间并没有隐藏什么特别的含义，石榴就是石榴，乳房就是乳房。上帝说话是当真的，但雅各所比喻的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和上帝之间并不是情欲的关系，而是情感的关系。各位，我们和上帝之间不是情欲的关系，而是情感的关系。雅各对肉体的描述非常含蓄。 不像现代人的做法，他的描写很含蓄，但是这是一种情感的关系。当初，彼得在庭院中的一堆炭火前不认主。在整本新约圣经里，只提到炭火两次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二次是之后几周在加利利，彼得见到那堆炭火就回想起来。 当下耶稣是不是对他说：“我本来希望你第一个当牧师，但你现在恐怕只能当招待，在门口发哥本了。”耶稣没这么说。耶稣是不是说：“你得蹲炼狱二十五年才能够进天国？”他没这么讲。他是不是说：“我可以先试用你一年，如果你表现良好，我会重新考虑。”耶稣没这么说。他讲的是：“我只要确定。” 一件事就行了，你爱我吗？耶稣不会问你去过教会几次或这礼拜读几章圣经，他要问的是你爱我吗？这是一个爱情故事，爱才是最重要的。连律法的总结都怎么说呢？你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并且要爱人如己。爱确实是最重要的。 这卷书要教我们的另外一个功课是：你和耶稣的关系不仅是私人的，也是公开的。大多数人爱耶稣是因为把耶稣看成他们的牧羊人，主与他们同在，带他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主也会带领他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和青草地。你爱上耶稣这位牧羊人，他照顾你这只羊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你会突然发现他是你的王。 他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他的新娘，你即将成为皇后，跟他一同做王，你将会变成公众人物。你有了额外的责任，可是有时候这个责任很重。你是王的新娘，你是皇室成员，你是英国皇室成员，未来的英国国王要娶你，这一点改变了整个关系。如果可以维持私人的关系。 回到巴黎哈门的田园，那该有多好！如果可以私底下跟主保持关系，这样就不用面对很多讨厌的事，不用一直被批评、被注意。因为你一跟同事说你是基督徒，大家就会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。真的是这样，而且会期待你不一样。所以，如果能够跟耶稣维持私底下的关系，不是更好吗？不行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 你爱上的是一个王，英国的太后从来没有想过她有一天会当上女王。她原本是平民，并非出身皇室。她爱上了乔治五世的二儿子，这个儿子说话口疾。后来因为爱德华国王放弃王位，我还记得听到这个新闻广播的时候，我才八岁。他为一个离过了两次婚的女人放弃王位，全国都为之震惊。 但是最震惊的应该是太后了。我觉得太后她，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女王，很了不起的一位女士。她虽然不是出身皇室，却培养出皇室的特质。她因为乔治六世国王的缘故成了女王，直到今天。我相信，等到她过世的那一天，一定会举国哀悼的。她培养出皇室的特质。 我原本对查尔斯和戴安娜寄予厚望，因为戴安娜在订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很像《雅歌》中的话。记者问他将来要怎么面对公众人物的生活，他说：“只要他爱我，我就能够面对。”他带我入宴席所，所以爱为棋在我之上。在婚礼上，有人用望远镜读他们的唇语，在婚礼的那天，整天盯着他们。 当他们站在阳台上的时候，查尔斯王子问他：“我们要接吻吗？”他说：“有何不可？”于是他们就当众接吻。听说这是英国皇室成员第一次公开接吻。怎么会有人知道他们两个说了什么呢？原来有人在维多利亚纪念碑上用望远镜观看，用读唇语的方式读他们的对话。你一旦成为皇室成员，大家都会一直盯着你。所以，不管你出身什么背景，都有责任。 活出皇室成员的样子。这个贫穷的乡下女孩发现自己住进了皇宫。突然间，每个人都盯着她看。但是，那是她的职责。你在基督里的职责不光是和耶稣有亲密的私人关系，还要有公开场合的关系。你要尽到这个责任，就像英国皇室成员一样。这是雅各一个重要的信息。你可以搭配诗篇四十五篇来读。 英国的国歌就是取材自诗篇四十五篇，内容在讲皇室成员。那正是我们的护照。希望今天的介绍能够让你更有兴趣读读雅歌。